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件可能是即届这个洪灾头一个死亡的事件。新北市新增一个社区，因为水塔出问题，昨暝这总干事拜托一个有水电经验的住户到楼尾顶去查看，但是到一日暗时啊十点外拢无回来，后生感觉无对当，去伫楼尾找爸爸，结果看到七十岁爸爸倒伫个水塔边，已经无生命现象。初步研判，可能是落大雨去予电到，全死亡。洪台梅传出有住户到楼尾顶修理水塔，煞来过身。家属徛伫大楼的外口，正着急，连雨伞拢无拿。昨六点外，社区大楼四营的总干事，甲有水电经验四派住户讲，最近水塔出水怪怪，请伊到社区楼尾顶看卖咧。四派师傅一去就是四点钟，人拢无回来。后生感觉无对当，到楼尾顶找人，发现老爸已经倒伫水塔边啊，明显死亡。无排除因为大火去火电，电一个鬼身。有停，可是很快就来了。我女儿下来买东西。有说那个有消防车啦，救护人员被从遗体刷落来，为着避免搁红灯掉，请带电等灯。位站暗时十点三十四分停到十二点，总共影响到179户。洪台天雨势真大，地下挂修理水电，嘛得爱给注意。尽量要穿胶鞋，有下雨的状况，然后会漏电的。假如够靠近的时候，刚好。又没有做相当的绝缘保护，人就会产生变成导体，那电就会经过人的身体而产生危险了。水电师傅安全防护，每一个环节拢得爱谨慎，尤其是透风大火风台门，三派水电师傅在修理的过程关心，感谢小组采证了后，报请地检署来检视，进一步确定死因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